感谢神，我们在这里又再一次的相见。今天我相信对你对我都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因为每天早上我们一醒过来的时候，神的灵已经在我们的旁边，他准备带领我们。我相信就我们中间很多人，你正在收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也在你的心中在跟你打招呼。那么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向圣灵问安，而且把我们的这一天的行程交托在主的手中。哥林多前书3:10-17，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3:10-17。第10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保罗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是因为在这个之前，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中间分了很多派，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的说我是属基法的，有的说我是属基督的，他们各有他们自己心目中的领袖，甚至是所谓的偶像。那么但是保罗他在这段经文的里头就告诉他们说，其实我们根本不是什么领袖啊，我们甚至不是你们心里面所心仪的那种，好像我们今天的话语好像像偶像一样的。他说不是的，他说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工头。工头这个字在原文的里头慢慢字根演变出来，就是现在的工程师啊。他说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像工程师一样的这样子的人啊。那我呢，我很有幸啊，我做了一件事，我就在你们的中间立了根基。这个立啊，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放置的意思，在原文的里头它的结构呢，它的这个字是代表过去做了这么一次的一个特别的事件里头，它特别或特别一段时间所做的事。保罗他用这个字，他当然是想到是在使徒行传第18章，从第1-18节里面讲到他怎么样去到哥林多，在那边支帐篷，然后在那边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就这段期间，有1年零6个月的时间，
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他说在这一段时间的里头，我做的这件事情就是立了这个根基。那么这个根基是谁呢？如果这个根基是什么呢？如果看十一节，我们就知道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是一个工头，我把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根基在那段时间里头把它立好了。所以所有后面来的人呢，只不过是在这个根基上面要做他的工程。有的人是砌这一面的墙，有的人在这个根基上面做了柱子，但是无论是谁在这个根基上面做了什么事情，其实我们只不过是工头，是工人，是工匠。我们并不是你们眼中所看的是那样子了不起的人，好像我们就代表了一切，我们说一个话，这个就把我们捧上了天啊。那么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说既然我们是在这个上面是做工头，做工匠，我们在旁边做了很多的工程啊，所以工程每个人做的不一样。十二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谐在这根基上建造，可见它的这个材料是分成两大类，是有耐久的，有的是不耐久的。耐久的是三样，金银宝石，不耐久的也有三样，是草木和草木和谐。那么这些和阶，这些建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前三个耐久的他做的是建造像宫殿啊，那么是这种，但后面的呢是不耐久的，好像是做茅屋的样子啊。那么所以这个就是他说工人来做的，大概就是说是做这两种类型，一种是耐久的，另外一种是叫做不耐久的。所以保罗就继续说了，每一个人做的工程外面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反正总之是跟着这个根基一起做起来的，是一个建筑物。但是他说有一天这个工程就要把它试验出来了。是哪一天呢？是十三节里头那日子。那日子指的就是神再来的时候，我们的主再来审判的日子。然后这个平常看不出来，但是到了那个火来试验的时候才发现出来啊，这个一下就烧掉了。原来这个是用泥糊起来的，但是里面的内容其实草木跟禾秸啊。那么但是其他的呢，耐久就可以经过这个火的试验啊，就可以流出来流下来啊。所以那么十四节就讲说到了那个日子，因着我们个人有不同的工程，如果存得住，我们就会得到奖赏。你看，所以我们并不是什么这个了不起的人物，其实我们的工作还要等到主那一天来试验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人还配不配得从神而来的奖赏。所以请你们就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你们不要把我们高估了啊，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工人而已。他讲到如果我们的工程很不幸被烧了啊，那么我们本身当然就等于是白做工了，受了亏损了，但是我们仍旧做工的人，毕竟我们还是得救的啊，只不过我们得救的过程当中好像从火里头经过一样啊。但是他说现在我们要看第十六跟第十七节，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十六节到第十七节这一段经文是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五节的一个结语，
是一个结语。为什么呢？他你们指的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保罗他的意思是说，整个教会其实也是一个建筑物，虽然有不同的工人在这个上面建造啊，但是当有神同在的时候，我们这个建筑就是神的殿啊。如果任何的人在这个殿里头闹纷争结党，就是毁坏神的殿啊。那个时候是谁做的工程就会显明出来。如果在我们的你们中间曾经来了什么样子被你们吹捧得很厉害的，但是结果你们这个教堂，或者是对不起，不是教堂，是你们这个教会，到时候一下火一试验就烧掉了，就存不下来了。他说不但是那个在你们中间做教导的人，他要这个工程会显明出来，他的光景要显明出来。中间如果在你们的中间，你们这些分党结派的人啊，如果你们是用这种态度毁坏了神的殿，就是神的家，他说神就一定会毁坏这样子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想到保罗他警告哥林多教会的话，主啊，我们要思想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的里头也是出于私心，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小组的里头有一群比较跟我们合得来的人，有些时候我们是有意无意之间我们就好像变成一个小圈圈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跟其他的人就难以融合在一起。主啊，求主拿掉我们里面的这种小圈圈，甚至到一个地步会排斥别人。在教会很多的事工上面，不但是我们不能够谦卑束腰彼此的来服侍，相反的，我们中间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甚至我们有这种纷争的光景，到一种地步甚至让教会可能会分裂。主啊，求主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落在像哥林多教会信徒们一样的光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